你肯定没见过这样子的菜刀，镜面的刃口，从打磨刀口到打磨刀柄需要经过80多道工序，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由100年的老师傅亲自完成。高格钢的材质，2000度高温淬火，硬度达到63，1斤多的分量，压手感十足，斩骨切菜都轻松的一把好刀。